最值得入手的室内大棵植物。琴叶榕有小有大，大的可以高达2米高。资金方面比较紧的，可以先选购小的，从小养到大，只需要1到2年的时间。那么具体要怎么养护呢？就是每个月给它施肥，肥料可以选择这种颗粒状的慢性肥料。如果你要它长得高，那么就不需要打顶。琴叶榕喜光喜水，但是如果摆放在室内的话，尽可能保持干燥，不建议过度浇水，要不然很容易长虫子哦。摆放在室内的话，建议放在窗口旁边，或者是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，或者给它打灯，一天至少8个小时。最后，琴叶榕也可以达到空气芳香剂的效果，在水里添加点肥皂，然后用布抹在叶片上，这样香味就能够遍布室内啦。关注我们，绝对让你对种植有更深入的了解。